4月18日，王源工作室通过微博上传王源写毛笔字的视频，并称为北陵舰第一铁汉沐晨 TFBOYS 王源双击666。视频中，王源修长的眉手执笔挥洒自如，洋洋洒洒“沐晨双击666”几个大字跃然于纸上。当然，还有王源好听的薄荷音“双击666”，十分的悦耳。双击666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我们都知道北陵舰第一铁汉沐晨666了。”哎呀呀，这骨节分明的手，见面一本正经，然后画风跑偏了。北陵第一铁汉沐晨，你什么时候露个脸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